兴趣，你还在写整理。哦，你还在写曲。OK， 整理兴趣。哦，古时候的后你没有写对。你写对了吗？嗯，那再写。对，整理。清洁的洁写错了，你写成古了。下面还有一横，没有一横就变成枯，枯燥的枯了。Oh, that's stuck in my memory now. 嗯，这一次真的。You have to write it 30 times. 对，你可能要 brainwash 一下，洗一洗脑子才行。那先写，那你先写这个最后一遍再写，趁着现在脑子里的记性是好的，然后都做完了以后，把那个再给洗干净，把那个 memory 给洗干净。OK， 好的，现在写整理，时候的后，古时候。但是整理没有写。OK， 那先写整理。我写了对吗？你写对了好像。整理。那写两遍吧，这个没出头，应该出头。你看，妈妈这样写，这个要出头，所以可能还要写15遍。我觉得写5遍就行了。No. No? 绝对吗？你肯定吗？如果我做一个 mistake， 像那个一个小的 mistake， 写我要写15遍。那你要是做了一个大的错误呢？15 no matter what。OK， 那还好。1、2、3、4。不管怎么样，只要出错就是15遍，不管多大多小的错，是吧？胳膊掉了，耳朵掉了，鼻子掉了，眼睛掉了，也是15遍。还有掉了一根头发，掉了一个牙齿，也是15遍，是吗？疑问只是如果像那个东西不是长 enough， 把像一个小的 millimeter， 嗯哼 ，still 15遍。哦呦呦，你对自己要求这么严格，我从来没见过对人要求这么严格的小朋友，太棒了。好的，行，我支持你 ，OK， 我肯定支持你。整，觉得这个笔会，那个 let 那个铅会，十一遍了，今天用了这个，哦，太棒了，把铅都用光了，说明你认真写字了。我还想把这，哦，我都快用光了，你怎么知道？你看，一到这里看不见就知道它快用光了，你打开。喏，在这前面打开。啊，没有光，快用光了。我本来是从到这里的，现在用到这儿了。你说这个白色的是什么？白色的是一个油，让它不会跑出去。它要是没有油就干了，就好像我们的手上要是没有油，就特别干，对不对？哦，我觉得是应该。No, 白色的不是那个什么，不是墨汁。OK， 那我们快一点去啊！哎，我怎么找不到我的 marker？ 那我说太浪费。不可以说英文。哦，对，我没有找到我的马克笔。彩色笔。彩色笔。好的，我用这个吧。charcoal pencil。又说明中文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根本就不是。我找到了一个 smiggle。中文。哦，对，死米狗。行，宝贝儿，你要不然不能睡觉了，快点去。但是这个是我的，每个四米狗是我的。那行，那你用四米狗写，我用我的。
用笔。哦，行。你可以借给我你的四米狗用吗？几块。算了算了，那我不用了。用超狗。这个像不像一个小手绢？超。插耳口。嗯，碳笔，碳素铅笔。哦，这个很像印。这个是橡皮好像，不是，太软了，这个就是玩的。整，整。好，整理的理，你好像写对了，一个王字旁，一个里面的理。你要我写吗？我不要你写了，你不写死了。古时候的后，一个双立人，不要写成单立人。满女，你先去睡觉吧，宝贝儿。嗯，刷好牙睡觉啊。你放上那个闹钟好吗 ？OK OK， 六点半一次，6:45一次。好的，要让它很响。真的吗？哎呦，对不起，我说他的名字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真的。又犯错误了。我的名字是。是秘密，现在不能说。待会儿这个录像结束的时候，我们来说好吗？时候，古时候，古时候，小时候。明天是你们真正的老师来上课。有。老师说了。他说星期五。真的吗？他说星期四，代课老师说星期四。不管哪一天，我希望他早一点回来。他早一点回来，就说明老师身体好了。他头晕给2个星期。真的，肯定是很重要的病，很厉害的病。古时候的3天，加什么？后字写错了，宝贝儿，你看我写。写了那个是吗？一模一样吗？你再看一遍，你要是觉得一模一样就没关系。我觉得不像。取名字的取写了吗？对，这个是15遍、45遍、45遍、60遍。你在是做梦的时候写吧。嗯。你在做梦的时候写吧，现在不用写了。你睡觉的时候，睡觉的时候做一个梦，梦见你写字写50遍 ，OK。但是那个不会帮我。会帮你。是梦想。梦想就可以记住了。因为不是白日做梦，就能记住。白日做梦是假的，晚上做梦是真的，就会记住了。好吗？好的。你看妈妈写，你看妈妈写3遍，写这么大的。时候 ，OK， 更大这么大。
一二三四，再数。你现在能记住了吧？十号 ，OK。你现在看呢，记得这么清楚，然后晚上做梦，就按照妈妈的笔画来做，好吗 ？OK。你看你眼睛都睁不开了。我背你还是抱你？我没有写完。什么字？没有写完。做梦的时候写。取名字。取名字你写对了。好的。但是。但是晚上做梦的时候写。两个，我做了都，就是这个时候的后字，你看，我做了，都一篇，做了这么一大篇，这么棒，都是中文，